做梦都想不到，今天会和一个犯罪嫌疑人共同度过了四个日夜。我追了你整整三年，把你的犯罪情况给我交代了。我不能被抓，我必须把乡亲们的钱给挣回来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我就一定把你从这儿带出去，除非我死在这儿。我们一定会出去的，只要敢为自己的过错买单，这辈子才能活得踏实。你要带着乡亲们走向新生活的美好愿望，我成了众人口里的骗子。有希望。姐姐。